大家好，同温层突破同温层，我是同文勋。我们今天还是回来谈一个大家好像看起来不太有兴趣的题目哦，就是法界的人都知道的，好，司法界的记者也都知道的，就是这个被号称为地下检察总长的陈立彤。陈立彤这个名字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个女性的名字吧，哈，其实不是哈，她是一位这个男性的教授。那他的这个毕业的学经历怎么样呢？哈，我们就来看，其实他是英国哈威尔斯大学的法学博士，又是一个英国的博士哈。现在我们因为蔡英文的关系，我们现在对英国的博士哈，其实没有一种机构效应了哈，就是看到博士嘛，留英的博士哈，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这种机构效应呢，事实上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甚至怀疑说LSE 啊，好，是不是像这些英国这个学校呢，他们都有一种什么样类似企业专班类似在职班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发给专门发给啊这些来自于亚洲啊东南亚啊非洲啊这个或者是拉丁美洲啊这些他们认为不是西方就是 G7 的这些国家好的学生，甚至在英国人来看啊，他发给这个意大利的学生或是法国的学生恐怕也不在话下哈，他会倾向就是说我不是很严肃的来看待你的这个学术的能力，好，我只是发一个文凭给你，好 OK student 就可以了，我就把文凭发给你。我们现在怀疑他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在职专班呢、啊？所以对于英国的现在只要是来自英国的这个学历啊，我们其实心里可能就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陈立彤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拿出来谈呢、啊？除了他是法界长期以来大家所这个觉得有些人是敢怒不敢言啊，哈，那有些人是看了很久了，哈，这个积压在心里呢其实就等着爆炸，哈。那因为在5月16号总统府的骇客门流出的这个所谓的推荐名单里面，我们在法界这一块呢，我们就一再的发现，就是说有一个人啊，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包括哪一个系啊系所的主任啊推荐谁啊，我们一再发现这个陈立彤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蔡英文论文门的问题上面写过这个作文比赛啊，然后担任台电的这个董事之外呢，现在又捞到一个中央社的董事，好，假期他们个别或是共同推荐的人。那我所知道法界看到这边这个清单啊一片哀嚎，所以我们请导播进来哈，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总统府啊到现在没有确认啊这个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正确的，哪些东西是变造过的，可是媒体所披露出来的这些资料呢，我们把推荐的名单把它改掉了哈，但是推荐人应该没有问题吧，好，以及推荐到哪一个单位，好，没有问题吧，我们把它公开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全部的名单，我们把它慢慢走一遍让大家看，大家感觉如何？这样的一个教授，他在几年中间总共收了301个学生，这是有论文的哦，已经拿到学位了哦。好，比如说严大和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前检察总长严大和到今天为止，还只是挂在国立海洋大学的博士生的名单上，他还没有交出论文，至少我没有看到他的论文了，整个清册里面还没看到。他还有很多学生收进来的学生到现在还没有毕业，包括陈立彤所收进来的学生里面，我们的手上的名单里面还有一大堆是检察官。他为什么专收检察官跟法官，让他们在公务的忙碌之余啊可以就近就地的进修，拿到硕士的学位，拿到博士的学位。所以其实国立海洋大学因为地利之便，有很多拜在陈立彤名下的这些学生啊，是
基隆法院的法官，好，或者是地检。好，那这些人呢，我们曾经盘点过了吧，哈，包括这个，不止有一些人从台北市啊，直接开车到基隆去上课，很辛苦啊，而且在职专班的学分费啊很高，所以他们付了高额的代价，然后希望能够在职进修。其实应该要鼓励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嘛，好，是没有错的。有些人确实即使是在职班啊，在职专班，他们是很认真在上课的。那当然有些人不是，他就去混一个学位。但关键在于教授要怎么做嘛，你怎么看待你承接这个工作，你是要坐育英才呢？你对学术有，你应该要有尊重，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学术，尊重学生，然后也尊重这个学校。那这扩及到整个社会，这是尊重这个社会。我们对于文凭的信赖是什么？因为机构效应嘛。结果因为现在因为机构效应，所以我们对国立海洋大学的学位打一个问号。对于其他真的认真在读书学生来说，是不是不公平？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哈，前几集我们讲了陈立彤他所说的学生里面有哪些人呢？最高官位的，我认为应该是检察总长了，所以就是严大和。然后再来呢，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好，那同样在法界的，还有一些是这个法务部的正次啊，这都是非常高的位置了，再上去就已经是部长了。包括陈明堂啦、陈守煌啦、黄河春啊，那黄河春是高检署的检察官嘛，哈，还有萧养圭啊，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然后除了这一系列的名单之外，好，我们就来回来看萧养圭。萧养圭啊，他们一门三杰，包括他的太太陆琼，包括他的儿子，就是肇事哈，驾车肇事逃逸的这个萧贤伦，他都师从陈立彤。所以我们请导播进来，可以看到陆琼他所写的这个题目，以及萧永圭的儿子萧贤伦所写的题目。那为什么都一定要找陈立彤呢？陈立彤所指导的这个题目啊，包山包海啊，范围有多大啊？从青少年犯罪，这是刑事案件啊，然后还有伊斯兰国的国际法人格，好，还有我国组织犯罪法，好像陈明堂所研究的呢是国际公约在国内法之研究，好，还有跟人权相关的，然后像陈守煌所研究的是普遍管辖，这包山包海这样大的范围都能够做、哦、所以陈立彤，你光是看他指导哪些学生就知道为什么他有一个地下检察总长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下一段我给大家看啊，我自己看了相片，我是觉得很惊讶了。今天是要去口试还是要去野餐呢？陈立彤的口试的这个现场啊，有多么精彩啊！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消息， Apollo Fiber 夏季大特卖开始咯，全面商品三折起，即日起至九月底止，请扫描 QR Code 进入特卖区，或来电02-8791-9010，由专人为您服务。好，我们到现场，我们请导播直接给我们看一些相片哈。这些相片其实看起来还蛮惊人的，就是我没有想到说我们会在这个整个口试的现场看到这些东西哈。那有一张相片呢，我们要请导播把这个在台上哈被口试的这一个当事人啊，这个以及那个内容啊，投影片上面内容要把它给马赛克掉哈，就是尽量去个资了哈。你看这个桌上放的礼物，这是要干嘛？最后给口试委员带走吗？看起来就是三大袋，有没有？它就是三大袋礼物，三个口试委员嘛，所以应该是要给口试委员带走的。然后另外桌上呢就摆了这些食物哈，我看有哪些东西，水果，然后应该是名产吧，好，看起来像是绿豆糕，好，然后有看起来是蛋黄酥，好，然后还有一些坚果，那当然还有饮料嘛，好，那盖在盖子里面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哈，也许是龟苓膏，好，看起来像是龟苓膏哈。然后礼物就是一整袋的凤梨酥啊，然后嘉德的，好，看起来是嘉德的凤梨酥哈，总共三大袋嘛，这一看就是要给口试委员的啦哈。然后一排哈，包括不止口试委员桌上有哈，包括这个好咖啡哈。然后这到底是在办 party？ 你一边在听口试的这个内容哈，听这个被口试的这个硕博士生在说明讲解，那你也要提出问题，怎么桌上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哈，可以去摆放这些食物，你还真的吃得下吗？比如说你在吃苹果的时候是不是会发出声音来啊，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是不是合适啊？我其实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口试的那个，它让我回想起以前看过这样的笑话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口试委员啊不是很认真的在做口试，那所以传闻已久，所以有一个口试生呢，他有一天博士生啊，他有一天他在他口试的时候呢，他就带了一瓶非常贵的这个葡萄酒，然后这个葡萄酒呢就摆在那个讲台上，好，那等到整个口试通过了，那他都没有说明就是说这个酒是要干嘛的，可是下面的口试委员呢好像魂不守舍，就每个人眼睛就是一直飘到那瓶酒上，那后来结束口试之后确认就是让他口试通过的时候，就问他说这瓶酒是要干嘛的，他就说，那口试人就说，我在我的论文里面啊的第几页好有埋一个这个说明哈，就是说如果你有发现这个注释的话，然后只要告诉我这个注释，好，就这瓶酒就是你的。那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口试委员呢，并没有认真的在指导他的学生，他并没有认真的把他应该要读完的这本论文呢，通篇读完，就是大略翻一下，所以埋在注释里面的这一个彩蛋啊，他就没有发现了，所以呢，那个最后就是大家面面相觑嘛，就是本来教授口试委员啊，是在硕博士生要通过口试的过程中啊，是要去折磨这个硕博士生的，对不对？就没有想到被反将一军啊！我其实很久之前看过这个笑话，那就没有想到我们看到的是口试的现场。我觉得准备一个咖啡或茶，应该是基本的学生的礼貌嘛，礼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排场的话，我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学校的口试的这个现场的相片可以提供的话，也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会不会像陈立彤，会不会像国立海洋大学这么夸张哈？还是说国立海洋大学他们的硕博士生的这一个口试的现场呢，习惯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哈？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我需要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手上有资料的话，请大家提供。那国立海洋大学的这个拜在这个地下检察总长哈阿童师的名下的人还有哪些人呢？除了我们讲过的这个徐国勇啊，
我发现说这个在徐国勇的名字下面啊，就是排序很接近啊。徐国勇呢，在如果你用这个陈立彤的名字来检索的话，整个名单他是第63个，他所指导的博士啊，是第63人哈。可是第65呢，这个也是姓徐啊，名字叫做徐慧云，他是硕士生哈。然后他的题目是什么呢？国会比例代表制之法理研究。国会比例代表制之法理研究哈，以席议席的正当性、正当代表性为中心哈。所以他连属于选举议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陈立彤一样可以指导，从刑法指导到行政，指导到这个国际公约，这个包山包海，通通都可以指导哈。那所以一门双节拜同一个老师，这个应该是要传为佳话吧哈。所以除了萧永圭哈，全家都拜在陈立彤名下之外啊。那徐国勇、徐慧云的妇女呢，也都是陈立彤指导的哈，所以这个让我们颇为这个这中间一定有诀窍的，就是到底为什么都一定要找陈立彤，一定有原因的嘛哈。那除了徐国勇在基隆可能有地利之便，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台北啊，要基隆这样通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学位呢哈？我们也觉得蛮纳闷的。从今天来看，陈立彤的所有的学生里面到底有没有真的认真在做学问的学生啊？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比对哈，不同的这个学生的论文，如果有人有更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减少我们检索的这个时间以及判读的时间哈，我们会非常的感谢。就陈立彤的问题呢，我们能够追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啊。那另外就是他还指导了这个妇女党哈，全家党啊，还有另外一党，这个是基隆地院的法官哈，基隆地院的法官陈志祥啊，连他这个太太啊李丽兰哈，李丽兰，然后他的侄女陈美婷也都一样师从陈立彤，所以陈立彤收的这个学生啊，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变成是一挂的哈，就是家人呢就最后就一起来了哈。那指导的这个范围呢，反正都能指导，不管你原来研究的是商业的哈 WTO 的啦 ，GATT 的啦，刑事的问题啦，国际公法的问题啦，甚至台湾的选举的这个国会的席次的问题啦，通通可以指导，包山包海，真的是，你是。学问有这么的广，你的博士有这么的广，还是从英国回来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你们的英国的学位是不是也应该要被好好的检视一下哈？唉，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接陈立彤的位置的人是谁啊？那也已经有学生啊去跟教育部去检举啊这样的一个现任的所长，那为什么会去检举他呢？好，我们下一段进来。消息 ，Apollo Fiber 夏季大特卖开始喽！全面商品三折起，即日起至9月底止，请扫描 QR Code 进入特卖区或来电02-8791-9010，由专人为您服务。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整个陈立彤的问题哈。我知道大家不是很有兴趣啊，从我们各级的这个点击量，我可以判断有一些题目呢，有一些标题呢，大家都认识，大家都熟悉的这个
台湾的人物呢，就会有兴趣。可是如果说这个标题或是这个人物你不认识，你会觉得说那谈这个题目干什么，就不想看。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台湾我们未来要往哪里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学术界的良知，媒体，对不对？然后才能够去监督影响我们的政府嘛。如果你的产官学全部通通都挂在一起了，然后连法界也都因为这个关系，好，你想去拿一个学位，所以法界也有一群人呢，像深层政府一样，他串了另外一串人在手上，然后互相推荐，去占据法界的重要的位置，什么所的所长啊，什么系的主任啊，然后什么法务部的什么官位啊，甚至其他的关键的部会啊的法律的这一块的这个位置，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政治势力。那形成这种势力，无非就是说他要能够第一个领取读懂的酬劳啦，高报酬啦，然后兼职的费用啊，上课的费用啊，钱是跑不掉的。我们甚至怀疑在收这些学生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真是考进来的，有些人呢会不会是送钱走后门进来的、没有证据没有办法讲，可是传闻非常的多。那我们看接这个陈立彤的这个国立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好，这个所长，现任所长是洪思竹。那先看他的背景，他现在是副教授，好，兼任所长。他的学历背景是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又是英国留学的法学博士。然后呢，他被学生踢爆什么事情呢？这个踢爆的这个资料啊，我看了我就觉得，哎，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震惊啊！你收了学生的学费，但是你却不来上课。然后学生检举呢，说了哪些事呢？就是给教育部的这个资料哈，就是他根本没有来上课，常常有时候啊，缺代课啊，光是一个学期里面，他来上课的时间呢，根本不到三分之一。我们把细节内容告诉大家哈，这个检举函啊，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些学生真是忍无可忍了、他们是海洋大学海法所的硕士专班的学生哈，他们这学期的商事法上课的时间排在学期的第一周到第九周，第一周到总共九个礼拜，好，然后每周五晚上一上就上四节课，四个小时，就是五点半到九点十分。那有很多学生呢，这些同学呢是在台北市，所以到周五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塞车啊，五点半，对不对？要塞车一路塞到基隆，然后要上四个小时的课，到九点多之后下课还要再开回台北。那这个你在选课的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了。然后这堂课呢是必修课，因为是商事法，好，必修课。然后上课的老师排谁呢？就是洪思竹所长。然后后来说换徐佩林老师来代课，可是开学哈、之后呢，只上九次课，应该有九次上课的时间嘛？总共第一周上课的时间，第一周到第九周，礼拜五嘛，一次上四个小时，九周啊，只上了三次课，好。他们把细节的日期通通都弄上去了哈，九月十三号中秋节没上课，九月二十号没上课，九月二十七号代课老师上课，十月四号代课老师上课，十月十一号没上课，十月十八号代课老师请同学聚餐，聚餐也算是一堂课啊，然后十月二十五号没上课。11月1号没上课，11月8号代课老师上课，所以全学期18周的课只上了6周三分之一，会不会太过分了？
三分之一，但是你的学费全收啊。然后10月18号，代课老师请他们去基隆市有一个港西街的邦比诺意式餐厅吃饭，名目是什么呢？说是校外教学。请问一下，商事法为什么要去意大利餐厅进行校外教学？学生的理解是什么？这完全就是摆明在打混。所以我看了这个检举函啊，我才知道说，其实所谓的在职专班还是有很多学生，他是真的因为工作、家庭各种因素，他仍然想要在职进修，他是认真想要求学的。就遇到这样子打混的老师，他认为你们这些在职专班都是来打混的，所以我们也就打混就好了。我都请你吃饭了，学分费老师也在收学分费嘛，因为你教多少课啊。然后这种问题他们就拿去检举哈，没有用，因为教育部的理由是什么？大学自治。可是这个大学不自治啊，国立海洋大学学校大学校长系所主任出了问题，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处理？所以这些学生怎么样？他说啊，红丝竹所长从以前上课就一直爱来不来，他的课都开在晚上5点半，有时这些学生啊，为了赶5点半，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提早请假啊。他说提早1个小时请假，从台北塞车赶去基隆上课，开上高速公路，突然看到群组传来他今天又不上课了，你心里会怎么样？当然是非常的不满嘛。可是不满也没办法啊，他临时说不上课就不上课，那请问红丝竹所长他到底在忙什么？晚上的时间嘛，原本排好的上课的时间突然不上课，理由是什么呢？应酬去了，不然你有什么理由可以不上课？一整个学期上3堂课，其中一堂还在外面吃饭。然后他说叫我们怎么毕业？这些学生他们一起集体抗议，同学去跟学校说也没有用，感觉整个学校从校长副校长从头到尾都在包庇红丝竹，不知道他有什么通天本领。然后他说在新生说明会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张清峰校长说要办一所让人感动的大学，学生的反应是你们根本在办一所吃人的大学，误人子弟，你们晚上睡得着觉吗？有同学写信给教育部长，教育部也完全不管。所以他们从抗议到后来，就是去年年底，好，到后来今年年初，好，2个多月了，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有些同学害怕被报复，赶紧自己办休学。中华民国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吗？大学自治是这样子自治吗？有一个同学多问了一些课程以及毕业学分的事情，这个都是权利啊，他当然要知道课程跟毕业学分呢、啊。结果学校啊，竟然跑去找这个学生的老板，叫他闭嘴。所以，到底国立海洋大学现在是被哪一些人盘踞？你知道什么叫学法哈？你没有教书的诚意，你就不应该占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可是其实从蔡英文以下，蔡英文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教书，经常就没有到学校上课，然后他的课也是一样，好，要必须要助教来拜托大家去选修。那修了之后呢，常常就是找这个助手啊来抄黑板。他好不容易有来上课呢，往往是看着这一个手上的这一个教科书，一边在低头在念，连眼睛的 eye contact 都没有跟学生有 eye contact。 所以从1984年到今天已经30几年过去了，台湾的整个学术界是不是还是一样这个状态？而且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而我们为什么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看到的都不是比如说留学日本的、留学德国的，可能人家本来学职就比较扎实，好，留学美国的有很多很扎实的教育，可是留学英国的现在看起来都是留学英国的出问题。我们在讲江雅琪，江雅琪的博士学位不也是从英国来的吗？然后竟然研究的专题是什么？在台湾的这个智慧财产权法庭，等于把台湾的智慧财产权法庭搬过去啊，翻成英文搬过去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学术的创建可以拿到博士？回来之后弄了一个教职，然后进入政府体制，好，受到重用，被官方一下派到这边，一下派到那边，也可以当台电的董事，这些都是官股的代表，不是吗？硕士班的学分费非常的贵，这些学生把自己好的时间压缩出来，也挤出这些金钱，无非想要学习，能够充实自己，也有的人只是想要去镀金，拿到一个学位。可是你办学不应该就是以这些真的想要向学的学生为标杆吗？真的给他们足够的知识含金量，足够的知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这些学生。国立海洋大学到底成科已深，然后到现在陈启宏虽然已经退职了，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回到学校去教课嘛，还在兼课中，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他有这么多的法界的人在护航，都是他的学生，连现在内政部部长以及他的女儿都是陈启宏的学生，难怪他可以对于政府那些位置啊，可以指手画脚，有庞大的推荐名单。但法界看到这个名单啊，哪一个人不是觉得哀鸿遍野啊？下一段进来。大家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国立海洋大学海法所现任的所长洪思竹副教授，他是怎么给学生打分数的。如果照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学生的投书，第一个他没有来上课，开了课由别的老师来代课，代课的老师呢也没有每一堂都到，甚至其中已经都缺课缺得这么严重了，其中一堂呢还带学生去餐厅吃饭，当作校外教学。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投诉的学生是主要科目哦，这是必修课，这是硕士专班的必修课，商事法。商事法包括哪些东西呢？不是学法人不知道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商事法都是很重的课程，它包括保险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公司法、票据法如果学得好，你毕业之后想要找一个工作，而且是薪水不低的工作，轻而易举。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需要，一点规模的上市公司都需要法务，法务需要熟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领域，就是公司法。当然还有劳基法，然后票据法也一定的嘛，然后商事法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保险法，保险怎么理赔，保险金怎么计算，什么叫做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保险契约不成立哈，相关的东西。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海商法，因为台湾是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嘛，所以商事法是非常基本的东西。既然是必修课，你就应该要让学生可以真的在一整个学期里面把商事法才两个学分哦，当然要完全彻底的了解，这必须要功力很强的老师才有办法在一整个学年里面把商事法教得好。关键在哪里？公司法在两派，好，公司派跟市场派在争夺公司的经营权的时候，关键在哪里？如果有办法整个带入，让你了解整套公司法，还能够在实战的问题上面，让学生能够透过实际的案例去理解条文的精神所在，这才是一流老师。我们不知道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的洪思竹是不是一流的老师，因为他没有去上课，可他怎么给分数？我们看到了他四年给分数的这个方法哈，你们来看看，从103年第一学期来看起好了。洪思竹在那一个学年度呢，总共开了三门课，第一门商事法，就是我们说的，这是必修课。另外两个选修，一个是英美法导论，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国际经济法专题研究，一样是选修，都是两个学分。他打分数怎么打的？全部啊，在海洋法律研究所的这个商事法，总共选课的人呢有9个人，9个人里面呢，平均分数是98.56，几乎满分了。不及格率是0。我很想把这9个学生找来哈，我们随便翻条文开始考，他们的商事法是不是真的可以考到 98.56？ 我们用 open book 条文随便你翻，然后我们开始来考，可不可以考到 98.56？ 匪夷所思。然后他另外一个英美法导论，这种题目的课程哈，比较会是因为概念式的，所以比较会是营养学分，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它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98.5， 没有任何学生不及格。修课的学生有多少呢？28人。另外一堂课，国际经济法专题研究，修课的学生有多少？30个人。有没有人退选？没有。平均分数98.93，几乎是99分了。那不及格率呢？0%。这个是他在103年度哈，我们总共有他4年的资料。我们来看他另外一个106年下学期硕专的哈，一样，他开了3门课啊，1门必修，2门选修。必修的课是什么呢？证券交易法。证券法容易读吗？不容易哦。一个学期下来，这是必修课哈，总共有20个学生选修，他的平均分数是多少？96.65，不及格率0。另外2个选修课，一个是国际投资法专题研究，他的实际选修的人数25个人，其中没有人退选。好，然后呢？96.52是他的平均分数，给分非常的非常的甜蜜啊，都是95分以上哈，不及格率呢0。他又修了一个哈，法学英文，这个是选修学分，25个人选修法学英文哦，平均分数95.76，不及格率0。我们看了他从103年到106年，总共8个上下学期嘛，总共8个给分的标准，给分的方法都是长这个样子，这正常吗？让我回想在台大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有拿过书卷奖的同学啊，都曾经有某一个学科被当掉过。
为什么被当呢？因为可能在写考卷的时候啊，想太多了，所以时间已经到了，他还有两题没写完，那当然会被当掉啊。所以在台大，你说你哪一个科目要拿到98分啊、99分啊？我讲法学院哦，期中考啊、期末考都一样。这种分数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从来没看过的。书卷讲的平均分数大概就是80几分吧，这已经是很厉害了，这只是学霸中的学霸。我就是没看过那种平均分数可以到98、99、96的，没看过这种成绩。我们那时候偶尔啊会有这个所谓的营养学分可以修哦，比如说日文好了，那日文你学一学期，其实从50音开始学，然后再考试，你不考100分也很奇怪吧，对不对？到了下学期，那种简单的对话哈，那个造句啊，你不考个95分以上也很奇怪吧。所以那个对我们来说是营养学分。那有一些是通识课程，通识课程呢，通常教授为了要让学生那个选修爆满啊，那也会给予所谓比较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分数。那其实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课程是所谓的营养学分，所以你就不读嘛，你不读一样会拿70、80分的那种成绩啊。那你不去考试，你都缺席，那可能还是会被当掉不及格啊。所以营养学分那个根本跟你本科的东西没有关系啊。有人比如说他去学这个法律与人生，那他需要一点法律的基本概念，有人去学通识课程哲学与人生这种东西，对不对？教授课堂上上的几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期末来考一个考试，各自抒发几件，成绩不会太差。这个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所以为的营养学分。可是今天证券交易法、商事法包含了，以前我们是分开念的哈，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这是分开上的，他们是把它集中在一起，在硕专班的时候集中在一起，非常考验教授的功力啊，你怎么上的课？然后竟然是这样的成绩。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好好的教学生，那必要的时候把学生当掉是应该的，因为让他有机会可以把事情做好，认真做事，这整个过程才是我们在学校学习一个求学的精神，一个务实的精神应该要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学校给的教养啊，学校给的教育啊。可今天不是，你给这样的成绩，我真不相信这些学生真的有这个程度。虽然说硕士班呢，他不是大学部，可是你这个是在职专班呢，有些人根本就已经很久不在这个法律领域了，他可能在公司上班，当然他收了很多学生，好，这个海大以陈立彤的这个例子，收了很多学生可能是从法界来的，所以基本的这些东西学过了，因此你在讲商事法的时候，你是不是直接把保险公司票据有一个无道一以贯之把它贯穿，然后在实务的经验上面可以给所有的学生一个哇原来是这样，因为老师的指点，所以对于这些商事法的这个精神以及怎么样应用，会有一个恍然大悟的这种豁然开朗，得到了新知，得到了启发启蒙，真正的启蒙，而不是在大学部的时候你学这些东西都是基本教条式的这种训练，基本概念而已，真正到运用到硕士班的时候，知道怎么找答案，知道怎么破解题目，那这个有意义，对不对？你花了那个钱也学到那个内容才有意义。可今天不是，今天他又被学生投诉、已经习以为常了，爱上不上。怎么会有教授爱上不上还可以当所长，然后校长跟副校长对于这样的教授跟所长都没有任何的意见？您没有校评会吗？您没有校评会吗？
所谓的大学自治不是不治，哎，不治就可以直接送加护病房了，直接 ICU 去急救了。所以对于国立海洋大学啊，尤其是陈立头所属的这个海法所，他在那个位置上做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一直养成了这300多个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毕业，还在海法所的名单上。台湾还有多少系所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讲中山大学的问题，讲绿营在高雄因为地缘关系去中山大学拿学位的，一样。在北部呢，还有一个台大的国发所开的这个所谓的在职专班，以陈明通为首的这个阿通师宁夏的学生不在话下，我们盘点过一次了，在去年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再把它剪成精华版，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因为对于重复的事情，我就觉得不是很想再去把它讲一遍了，可能我们用剪辑的方式会比较快。但无论如何，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在谈这个事情有一点点纳闷，有一点点惊讶，有一点点好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应该给大家的，唤醒大家的一个意识是什么？我们对于学位证书不要有迷信，我们应该有正面的改进嘛，发现问题第二天应该要是进步的，不要用双重标准互相掩护，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帮助。而年轻的一辈，他们想要在职专班去在职进修，值得鼓励。但是我们不是鼓励他们去拿这些营养的学分，然后你这个德不配位，你根本没有实质的能力，挂着那个学位的虚衔，就像让一个人根本不会开车，可是你给他驾照，这不是同样的问题吗？你给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驾照，会危害其他的人；你给一个没有实质能力的人这个学位，他坐在不得不配位的位置上，会危害其他的人。危害的情况不比一个虚假的驾照还要来得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孜孜不倦，我们执着于把这些事情谈清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对陈立彤有个人的恩怨，好，还是我们在讲蔡英文的学位论文的问题，我们跟他有个人的恩怨，不是。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只有一种标准来看待所有的问题，而学位学术这个问题，包括文学啊、艺术啊，在思想领域这个东西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根基。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哎呀，对于论文真假我们毫不在意，谁管他呢？我们都是政治的动物，只要赢过我不喜欢那个政党就好了，那就是今天的结果。我们纵容一个政权，让他们在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不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追求真理，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本来应该要示范教导全体民众什么是正确，什么是真理。可是如果政府变成法律的破坏者，他将对于法律产生蔑视，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蔑视法律，闪过就好了，那么引导每个人成为自己就成为法律，我说什么是什么，自己只有一种标准，那变成无政府状态。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我们下一段进来。
大家好，回到现场。所以我现在哈，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我不想把它讲得太杂，我们尽量在每一个小时里面呢，能够集中在一个题目、一个子题哈。那因为如果说我可以每次都分三段、四段，然后讲不同的题目，这样太杂了，好，就是没有办法对一件事情可以深入的去讨论了。可是另外呢，我希望在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做一些名言的分享，就是去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也让大家从其实文学啦、创作啦、发明啦，这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实力，这是一个国家的文明。那也因为有这一些文明，包括文学的创作啦、音乐啦，或是这些名家名言呢、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可以隽永，然后我们的灵魂可以醒过来，而不是整天就是去抓着哈过去我们每一阶段的人都因为教育的关系我们被洗脑，你没有办法看到真相。有时候我看到这些论述啊，我会觉得蛮可悲的哦。这种悲伤啊，我很难解释啊。这种悲伤就是我们用这个泰戈尔啊，这个知名的这个诗人泰戈尔的一段话来说明好了。一样，请导播进来哈。泰戈尔这个名诗啊，他的诗词哈。那泰戈尔大家都知道嘛，他在整个印度的历史上面啊，他形成很深的这个影响。他从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那时候还认得多少字呢，对不对？所以其实诗词歌赋啊这种东西啊，不是给这个识字的人专利，可是我们被教坏了哈，就是在整个儒家的教育里面，我们认为说诗词啊是士大夫的专利，你必须学问学到非常的高深高端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去作诗作词，你才能够去理解那些名诗名句。可是不是，其实诗词啊是给不识字的人朗诵的，可能像山歌啊，可能像情诗啊，你不见得一定要识字，但是他们有真的真诚的感情。有时候我们在学术的领域，你上课上的越久，你可能一路念到博士哦，最后你的感情会变得很淡薄，你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你的论述呢往往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那只是因为你曾经在哪一个阶段受过哪样的教育，所以非常的强烈，用训话的训词的方式在跟别人对话，谁要跟你对话呢？所以现在年轻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在讲一个人不会讲话，不是说他不会讲话，而是你会不会聊天啊。不会聊天的人永远就是最后他讲句点，他就是句点哥句点姐，因为他讲完话之后没有人愿意接话，不想跟他讲话。问题在哪里？我们用泰戈尔的这首名诗啊，他讲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这有好几段对不对？世界上最远的距离第一段他说什么？他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要勾起仇恨，还是说我们要针对哪一个人？我们是要去批评蒋宋美龄，我们还是要去批评蔡英文？都不是。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可以走向正常的国家，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得到自由。但是世界上的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我们做这样的努力的时候被攻击，被仇恨式的攻击，我们的网站被恶意检举成钓鱼网站，明明就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在总统军事故事馆的其中的一个留言讲到乙未战争，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的乙未战争，我就看到有人来留言，
留言就是说，不要再讲说是这个日本不是来接收哈，马关条约啊，清朝就已经把这个台湾割让给日本了，这个是历史吗？那个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你就可以猜得到他的年龄，他的年龄应该是在至少是40岁到60岁中间，受过国民党的历史课本教育的这群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乙未战争，然后也没有看过当时清朝对于台湾的统治的区域有多宽哈，这个我们其实可以请导播进来这张图，这个就是当时清朝，啊，这个他自己当时记载的他的舆图哈，他的地理的这个他的满清帝国的疆界好了，他所画的台湾是长这个形状的。也就是说他的统治权并不及于台湾，你不及于台湾，你甚至在平原的部分都没有完整的统治权啊，那不要说东岸了，不要说山上了，所以就算你可以割让啊，你都只是割让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你没有权利把整个台湾割让。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从头到尾啊，台湾占据台湾的这块土地的所有的权利啊，都是用征战的方式打下来的话，其实就是占领，就是占据，他不是心悦诚服让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人同意的，我们同意你来占领，还是我们同意用一个合约的方式像美国一样，我们用宪法立宪的方式共同同意成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诗人泰戈尔这首诗啊，我们另外也要分享美国的大法官啊，这个讲过的这段话，他的时间是在1856年到1941年啊，他的寿命也很长，是路易斯啊，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啊，那他曾经是他在75岁生日的时候啊，爱因斯坦曾经公开写了文章来赞誉他哈，他说人类真正的进步啊，来自像 Louis 哈 Brandeis 的这类人的良知，多过于创造力的心灵。也就是说，他认为说他的良知比我啊，像我爱因斯坦啊，会创造发明啊更重要。这个是人类真正的进步，来自于良知啊。那这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名言，我们明天再介绍他的另外一段名言啊。但是这段名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靠分析辩论来制胜，我们不是辩论辩赢的，而是借由语调、态度，借由代表一个人的合宜的举止。”而胜利，什么是语调态度？也借由代表一个人合宜的举止来胜利呢？那是我们共同的胜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为了这个土地，为了这个土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好，我们并不是带着敌意，我们要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不说日志，我们说日剧。我也认为清朝是占据台湾啊，我也认为荷兰是占据台湾啊，唯有我们今天台湾是一个真的由我们每一个人好经过复决公投的方式成立一套我们每一个人心悦诚服的宪法，真正的宪法，为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的人，这块土地适合的面积管理的方法，政府的比例大小，而不是穿上一件不合身的宪法的外套。唯有我们用合约的方式，用自由的方式成立一套我们自己的宪法，那个才是自由的国家。否则的话，我认为用武力征战来占领统治，那个都是惧，那个不是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接不接受都 OK， 有什么指教也都 OK， 但是请你拿出一个人应该要有合宜的语调、态度、言语、态度来证明你的高度，来战胜，来获得胜利，而不是用谩骂的或者用其他更低劣的那个方法，这不是台湾应有的未来。所以我们的整个努力都在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所以顺便跟大家讲，我一再的说我们在寻求寻找婆罗门，而刚才我们说的泰戈尔他就是印度的婆罗门。 OK， 种姓制度里面他们负责思考，思考是台湾的未来，思考是全世界的未来，我们将在数位的空间里面成为一个数位大国。可是所有的事情的第一步前提是什么呢？人类真正的进步来自于良知多过于创造力。我们明天见。所以当时是为了觉得说东西很干净啊，带回来台湾当然是可以造福很多人嘛，然后在那边也可以增加工作机会，所以你第一个接触到的事实上是咖啡。是，那后来又陆陆续续其他的产品，其他的产品都是沿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油甘子，我们本来就是跟那个生技公司在做喝的会年轻的，好啊，因为那个很贵，那我们说我们来种，我们本来就喜欢种，是这样去来做。鱼甘子的成分它可以让人喝的年轻，是，可是那是萃取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萃取。您当时去跟医生合作的，对，我们就跟郑董事长他们的公司。OK，那可是你认为你要把它普罗化，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它，是，所以才会说再去做种植。所以你现在在缅甸的这个鱼甘子的这样的一个种植面积有多大？大概有200多。那台甲200多台甲这样子，200多甲是非常庞大的，也是放在台湾来说，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面积。可是它的种植，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鱼甘子。我讲到鱼甘子哈，我就想起我妈妈讲的，可以种得很密吗？还是说，不要不要，因为你是在山上嘛，我们没有很密。对，所谓的两百甲，它绝对不是我们从平地的种植哈，种稻子哈，那个一箩萝卜一个坑的那个感觉。这个哦，佟律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的野生的感觉啊。那我自己先看一下。所以再我们就把它拉下来，拉下来，因为有时候爬上去嘛，啊，拉得下来就拉下来摘，啊，拉不下来就爬上去这样。它的枝有弹性，不然这样拉崩断掉了。应该还好啦。好，所以它的枝它很高吗？这种它像这一棵大概也有4层楼高。哇天啊，好，所以其实种得很疏，哎，就是种很疏的，然后还有原始的其他的树木在，也还留着，对，还留着。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牌子，这个不是写上去的，这个是我们挂在那里的一个布条。好，在这个，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哦。所以在摘的时候已经变成有点黄了。嘿，好，那这个是在树枝上的状态。对，你感觉有点像梅子哎。这个油甘蔗我们台湾也有，有机会可以吃看看。就是说吃下去的时候又酸又涩，很想把它吐掉的同时就转甜，那就把它吃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本来是野生植物，它这个应该是蛮野性，就本来就产在缅甸跟印度，原产地的，原产地。好，对。那我们待会再来看鱼甘蔗到底可以怎么喝哈，我们待会可以泡来喝。好啊，好啊。鱼甘蔗怎么泡？有一些技巧，对不对？它不可以是那个非常热的这个热水。是。好，所以我们一般要几度？大概70度。我们一般比较建议是看最好了哈，是40度了。40度，然后蜂蜜，对，蜂蜜也是大概40度，因为里面有很多氨基酸这样。像我在泡鱼甘蔗，我都会加一点蜂蜜。热水会破坏那个这个蜂蜜里面的成分，是，所以我们就把鱼甘蔗现在里面就是有，现在是15入嘛哈，一盒就是15入这样子，那它都已经变成装好了，是茶包型的，是，所以马打开，事实上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到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鱼甘蔗的这个果子啊，是，你们收过来之后用天然的日晒法，是，然后再把它连种子核都打在一起吗？种子我们有把它去掉了。OK， 好，所以这个是果肉而已。是。好，是就是果肉。是。那果肉它就是这样一包。其实我平常喝，我大概就可以泡一天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没有在位置上嘛，哈，跑来跑去的，然后我就把它泡着，泡着之后呢，喝完了之后我就再加温水进去继续泡，所以大概就一天。其实它所含的这个维他命 C， 一天的分量就够了。如果照卫福部的建议是100mg的话，应该一包就够了，是超过了，已经超过了。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防疫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嘛，哈。我是这样，维他命 C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每天都是要靠蜂蜜跟鱼甘蔗来抗，这是你的抗压力。对，我们这个是要跟。同意是给大家喝看看，这是加了蜂蜜的，这个是加了蜂蜜的，好，可以马上来喝看看，加了蜂蜜的，是，不太一样哦，来喝看看，因为我平常是不加蜂蜜的，是，很好喝，因为它本来微酸哈。我习惯比如喝咖啡或喝什么，我几乎都是不加东西的，不加糖，不加牛奶的。是，所以维酸跟喝蜂蜜是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是有冰块的，夏天是特别好喝。我大概就是在公司都是用温水把蜂蜜跟鱼甘蔗粉泡一泡，然后再加一点冰块。我已经 N 年不喝蜂蜜了，我现在可能会继续喝了。是哦。很好喝，很好喝，所以你平常就是这样子，在一天一定要喝个2，而且今天天气热，好，天气热，所以可以补一些元气哈。是，真的挺好喝的，我把它喝完，太好喝了。所以后来你发现鱼甘蔗，你后来去做的测试，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去了解这个鱼甘蔗有这么好，就是去种。那后来就测试，我刚刚有讲到一半，就是说我就想起我妈妈常讲的。听公听公啦，因为我们用自然农法去种的，结果我们跟国内的大厂一比，哇，怎么好那么多这样子？好，所以我随便读一下它的这个数字啊，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是苹果的164倍，意思是说，如果我是跟苹果同样重量的时候，我是它的164倍，是，然后它的SOD 是苹果的24000多倍，是，然后它的微量元素那个硒啊，石头硒，好，石头硒哈，是苹果的2182倍。那大家都知道说吃苹果哈，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嘛，是，好，那所以事实上鱼甘蔗我现在也开始喝了，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我的那个马克杯，我只要是泡鱼甘蔗的话，
其实杯子都很干净。它的酸度那个酸质，杯子是很干净的。好，我不需要像其实有一些我泡一些其他的东西，事实上都还要很用力的去洗杯子。是。然后一天的维他命 C 就已经够了。你想想看，我只要泡一包，其实一天从早喝到晚，一直泡到没有味道，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现象。童律师，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心里想到一个朱老师了哈。朱老师说他很多朋友就要喝我们乙肝子，是因为，他的朋友都年纪很大。他说：“伊要戒五粒零五，伊戒袂落去。啊，饮一杯吼，就相当五粒零五。OK， 就是那个朱老师讲的，对啊，没有错啊。因为苹果也不是那么好咬了，好，那打成汁也还蛮花时间的。其实泡起来是蛮容易的。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台湾的医疗法很奇怪哈，他就不准你去讲它的功用。其实它真的有很好的功用哈。那这个可能得自己去这一个。”去检所，上网去检所，自己上网去看，其实这个都有报告的，检测报告。比如说它的这个有油肝，它的有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好，这个其实都有检测报告的。我们用的检测的厂都是 SGS 的，是这个检测厂嘛，哈。我们只是说我们去检测我们东西含这么多，那自己说维他命 C 对身体怎么好？因为我不是医啊，学医的，我也。就是我也是去 Google 得到了粗浅的知识，那我想大家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自己去 Google 哈。是。